包委会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江委员启程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我们台上的各位行政长官，大家早安，大家好。英权政府执政将近四个月，可是民调却是直直落，尤其执政百日后，连绿营的大佬，我们前总统府的资政吴资政都说，蔡英文政府找林权当行政院长是恰贵铁有端啦，用人错误就不可能有改革。他还说林权绝对用不得，林权绝对要下台，没有下台，蔡英文就没有明天。的确，我们回顾五二零到今天，这个内阁不断的在玩法夹弯的游戏，政策法夹弯让人民捉摸不定，无所适从。这个内阁也是史上最会顾及内阁自己生活品质的内阁。有人要自己的生活品质，有人说要有放情绪假，要放收金假。在顾及生活品质的同时，这个内阁也是最会打脸自己的内阁。而这个内阁的治国良方，除了撒钱还是撒钱，除了善财还是善财。这种凡事用钱解决，花钱了事，偶尔再搭上一篇蔡总统的感人肺腑的华丽演说，完全置民生于不顾的治国方法，反映到民调上面，就是执政百日的时候出现死亡交叉，被质疑的时候就说啊还在磨合期，怕被骂就先打预防针，请外界不要用100天，不要用3个月来评断一切。但是我们要靠告诉蔡政府，民众不是笨蛋，3个月得用跨跨卡丘，这个不会治国的鬼药丹的政府啊，如果让他继续下去，只会将国家带往一条死胡同。经济没有生机，产业没有生机，两岸没有生机，人民看不到未来，社会没有动能，前途一片无望。人民的纳税钱也将不断的被挥霍，用来解决街头抗争的事件。难道逼死人民走向街头向你们乞讨，就是蔡政府想要的吗？请鬼拿药单的蔡政府，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自掘坟墓的政府。我们希望我们的林权政府、林权内阁赶快进行改组。你不改组的话，看样子未来民调也不会上来，什么政策都转弯，就是你的民调不会向上转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在此呼吁林权院长趁早改组内阁，不然就不如归去，自己下台。谢谢江委员，下一位，请王委员玉敏。主席、各位立院同仁、各位内阁成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我想，蔡英文政府执政百日以来，各项的民调都反映出来，我们现在的林权内阁不满意度都高于满意度，已经完全面临死亡交叉。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人民对于这样的一个内阁已经不再信任，已经不抱有任何的期待。我们可以看到，蔡政府执政以来，各项荒腔走板的事情不断的上演。首先，我们看到在两岸的关系上面，蔡英文总统说我们要维持两岸的现状，但是现状维持了吗？根本没有。昨天有上万名的观光业者走上街头，他们要生存，他们希望陆客可以继续来台湾，他们希望他们可以缴得起贷款，现在开学可以帮孩子缴得起学费。这么卑微的请求，这是我们的新政府没有办法去满足人民最基本的工作上面的期待跟要求。
我们看到八月份台湾观光的团客人数已经大幅减少5.5%。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已经可以预见观光业者下一波是裁员的行动，会有更多人的生计是受到影响的。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劳工政策上面反复的法夹弯，导致今年928的教师节是史上最荒谬的一次。我们看到所有的老师教师节都不能放假，但是我们的劳工朋友因为我们这个新政府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错误，导致所有的劳工朋友因此可以放假。但是劳工朋友里面还有分证券业者要继续上班，这是什么样的新政府把我们一个简单的假期可以搞得一团乱。第三点，在长照政策上面，选前我们这个新政府说一定会给出330亿，跟各位报告，现在卫福部编列的预算只有162.26亿，等于所有的经费对半砍，这是政见的跳票。说好要照顾我们全国的失能老人，这一项的政见已经跳票了。我们可以看到，林权内阁上任以来，各式各样的政策都出现这么严重的让人民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所以各项民调为什么会出现死亡交叉，它反映的只有一个事实，就是林权内阁施政失败已经被民意所认证了。所以我们强烈的呼吁林权内阁必须改组，我们必须让对的人在对的位置上面，才能让台湾不再停滞不前。谢谢。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想我们看到自称最会沟通的蔡政府上任100多天以来，其实不管是总统蔡英文或者是行政院长林权的民调都已经进入死亡交叉，非常严重的不满意度都高于满意度。但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蔡政府其实他们这100天所做的除了斗争斗争再斗争以外，就是政策法夹弯，拒绝甚至所有拒绝所有的沟通，民生经济议题根本毫无章法。除此之外，尤其本席最近发现，蔡政府居然假借财政连续多年的赤字情况下，假借电业自由化之名要出卖台电，让我国电业民营化。本席要请问蔡政府。如果这个不是图利财团，什么才叫图利财团？在能源政策上面，蔡政府多次出现法夹弯，蔡英文两次总统大选都抛出2025灰核家园的政见，承诺核一、核二、核三准时除役，核四不商转，并且多次保证台湾不缺电。但是新政府一上任，林权马上提议重启合一，完全忘记当时在野的民进党不断地以假的缺电危机为由阻挡一号机重启。同时联能会的主委谢小兴也脱口说出实情，要民众做好缺电的准备。但是即使在国内缺电危机存在，在财政赤字严重的状况下，民进党政府并不是考虑要解决我国整个的能源问题，而是设法要向让台电财团化、民营化，把我国的电业出卖给大型的财团来营运。我想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台电的员工已经自发性的发起从南到北的游行活动、接力的活动，反对涨价式的电业法，进行15天的接力步行，直接要走到行政院来。我们要这里呼吁蔡政府，请蔡政府必须要悬崖勒马。我们希望我们在整个台湾能源不足的状况下，不能够将
台电财团化，不能够将台电民营化，否则的话只会让民进党讨好财团，且由全民来买单，希望民进党能够悬崖勒马。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柯委员致恩。主席、各位行政长官、各位立院同仁，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一进大会的议场，就看到这一本这个施政报告的封皮，简直绿到闪瞎的所有人的脸。那到底全面的绿化、过度的绿化，对我们的视觉绝对是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呢，绿色执政到底是不是全民的保证呢？我想很多的台湾民众最近115天来，可能都要失望了。我们还记得蔡总统在他520的就职演说当中，信誓旦旦地说，全民选择的民进党的政府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看看近3个月多来，到底是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是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我们以昨天所有的观光业者走上街头为例，基本上面呢，他们只求一顿的温饱。根据我们交通部的观光局显示，从今年5月开始，整个陆客的人员已经是下降了。到了8月的时候呢，下降了55%，预估在年底的时候呢，会减少65万人，也就是我们今年整个陆客所带来的全民的一个产值，可能会损失掉360亿。所以呢，虽然行政院紧急的寄出了300亿的纾困，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是要纾困，是要客源。当然，背后有更深层的两岸的问题。虽然蔡总统不断地提出的非常美丽的辞藻，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是相当的空泛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正视这个所谓的两岸冻结所带来的观光的一个冲击，那起码要告诉我们未来很多的客源这些具体的方法解决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我们觉得3个月来，说实在的，我们是要给大家一个所谓宽容的时间。但是呢，3个月多来，我们没有看到新内阁的组员，他们是战战兢兢，并没有，反而是好像在看模拟的模型飞机一样，搞错了方向，认为好像 reset 就一切就可以来做一个解决。事实上呢，我们发现包括有很多的政策组织，包括像是一修一例，还有包括 Uber 到底是的政策的反复，连最大刀阔斧要往南进的这个所谓的政前主帅却是不见了。所以呢，这整整的方式都再次告诉我们，这整个的步调都完全需要再一次的整合。我们认为讲稿不能够治国，口号绝对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真的很希望林权的那个目前是在留校查看的阶段，是否在年底之前，请能够各部会能够提出一两项非常具体的绩效特定的所谓的 KPI， 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像如果说我们的没有办法保一保二的话，是不是该有一些财经的首长就应该下台，用这些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承诺、具体的方式，才有办法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整个的那个是有动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大声的呼吁，目前在最后的这样一个阶段，在年底的阶段，请我们的林权的那个能够好好的思考改组的问题，否则财经的问题就只能换人做做看了。谢谢。谢谢柯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燕秀。院长、各位部会同仁、在现场所有的媒体好朋友，新政府上任4个月，人民的对于很多政策反弹的声音非常的大。今天国民党所有的委员其实今天一大早都积极的来登记国事论坛，也希望透过今天国事论坛的时间，有机会让部会首长听到部分民众、大多数民众的声音哦。在这其中我必须要强调，前一阵子在张景生政委的脸书上，他也发表了陆客是我们最需要的朋友，并呼吁人民如果普遍对台湾反感，大陆人民如果普遍对台湾反感，我看台湾才是真正危险了。其实张政委在今年1月16号选后，在今年2月25号也指出，陆客团减少是冲击最大是旅游业者，两岸观光的政策不容许倒退。我们可以看出张政委在陆客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也预知了小英总统、小英政府上台后会发生的困境，我们必须要为他
对于这件事的神预测，能够在520前大胆的预测，但是我非常的讶异于为什么政委有这样的看法，在1月初也有这样的预测，但是昨天既然还有10,000多名观光游览业者的相关产业必须冒着走上街头抗议，号称最会沟通的政府为什么在事前应该可以做好一些紧急的措施，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反弹？我们担心的是民进党内部对于两岸关系的不同步就是政策混乱主要的原因，一边骂陆资一条龙，但是另外一边又私底下又说陆客是我们最欢迎的朋友，开始做温情的喊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行政院要打脸，在最短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打脸张景生政委，是政府根本不想解决问题呢，还是被意识形态绑架？我必须再一次强调，对于准确正确的发言，勇于发言，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个乖宝宝贴纸，等一下要送给张政委。我们希望在部会里面勇敢发言，对于倾听人民声音的部会首长，我们要给他加油跟鼓励。我们也希望在部会里面，我们希望持续有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才有机会让新政府不断的进步。我再一次强调，蔡英文总统在选前拜访这个全国游览车工会的全联会，当时去年1月18号，如果大家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当时他为了他在游览工会上全联会曾经承诺争取陆客来台，他还强调说他上台之后保证陆客不会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陆客到底在哪？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欧博。主席、苏院长、林前内阁团队、本院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革新是人民对选出新政府的期望，但遗憾的是，执政团队在百日维新之内，并没有太过突出的新气象。本席认为，或许在先前政策的稳定跟执行上，因为新手上任，让人民感觉总是慢了半拍。但今日林前内阁整体表现，让人民看到已经逐渐步上轨道，值得期许。蔡英文总统曾经说过，不要用100天来评论这个政府，但是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要更加努力，加紧脚步。本席以宜兰人的敬来期许新执政团队，我们大家要更加加把劲。本席也认为维新呢，应该落实在整体国家的考量上，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同过去政府的基础建设往往是以人口为考量，城乡发展不均匀，大量的偏乡人口大量外移往大都市集中，进而形成人多者很多，人少者很少，分配越来越不平均的奇怪现象。对此，本席在这个会期将成立东部离岛暨弱势权益争取促进会。这个促进会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因为我们共同希望来为偏乡、跟离岛、跟弱势争取权益，希望为政者能够听见这些人民的心声。本席也期许小英政府能够正视台湾长期以来城乡失衡的问题，在未来政策推动上能够导正这种社会不公的情形，不要让偏乡跟离岛的乡亲们沦为次等公民，让台湾能够真正维新。期待我们的努力能够让年轻者有机会安心回到家乡就业居住，陪伴家中的长者，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成为一个幸福的台湾。在新的会期，我们希望林前内阁能够率领您的团队，用尽宜兰人的力量，这个尽呢，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努力，加油！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主席、各位执政官员、各位委员，大家早安。蔡政府上任这数个月以来，民调直直落，林权院长的施政满意度已经到达死亡交叉点，执政的丑态毕露，选前骗票，选后跳票，明显的执政成绩不及格，把执政当儿戏，政策摇摆不定，民进党执政法夹弯，罄竹难书。自诩最会沟通的政府却毫不沟通，犹如强权，不论大小议题，总是可以做出让人无所适从的决定，导致社会严重对立，抗议不断，150,000人的军公教上街头。不止如此，昨天所有的观光业者在走上街头，为了只是求生存过八斗。请问蔡英文总统，你看到了吗？冷冷的一句，没有事，不要随便上街头，伤透了人民的心。蔡英文总统、林权院长曾经信誓旦旦，用华丽的言辞说服民众，说是最会解决问题的政府，提振经济。然而我们的经济改善了吗？只看到说法，却没看到做法，只看到蔡政府卯足全力政治追杀。有关经济民生的重要法案与施政却全部停滞不前，用嘴巴讲的都很快，实际上要执政团队拿出有效实质的方案却躲躲闪闪，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这是准备好的执政团队吗？只知道胡编预算、花钱比赛，有抗议就有糖吃，从总统府到行政院，任务编组多如牛毛，各种委员会、特种办公室一大堆，正常公务体系却没事做，这样浪费民脂民膏。民进党忙着做官、布达、筹佣、分配资源，哪有心思管百姓死活，置人民苦痛于不顾？根据最新网络大数据的调查结果，民众最不满意的施政与态度，包括开放美猪进口、南海仲裁、熊山飞弹误射、年金改革、重启核电、电价缓涨、一例一休、台东风灾、陆客减少、新南向政策、造风案、陆生案、客纲等等。另外还有参加 WHA 却不呼台湾之名、日本核灾食品进口等影响食安问题，洋洋洒洒不胜枚举，无一不是出现政策法夹弯，就是头痛医脚、牛头不对马嘴。蔡政府简直就像开了一部失去方向的云霄飞车，带着全国民众横冲直撞，让人民痛苦指数持续。谢谢张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淑华。苏院长、林院长以及各位媒体先进，大家好。陆客不来，影响百业，严重冲击国内的观光市场。观光的产业变成观光的产业，例如饭店、旅行社、游览车。昨天我们看到有11个相关产业呢受到空前的挑战。新政府呢缺乏呢对观光产业长期的政策愿景，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炒短线的政策方式呢，用旧有的300亿呢乾坤大挪移来救观光，根本就是在押韵对白。救观光本来就是属于一件好事，但是呢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陆客必经的日月潭的南投景点。
让人家不仅质疑呢，是不是有政治的考量在其中，或者是决策单位被蒙蔽。面对观光的危机，新南向政策其实并未成熟，签证的作业更是缓不济急。这样的观光政策很难让人家相信新政府真的准备好要救观光了吗？蔡政府民调持续的下探，找不到病因，却还是只是拿人民的期待很高，而且来合理化自己政策法夹弯导致民调下跌的事实。最后呢，用这个误用百日来评价我，难道是要民众多忍耐少点抱怨吗？最后自己的观光自己救，自己的客源自己想，这样会是新政府的观光产业政策吗？事实上，蔡总统在上任之初呢，就誓言要做最会沟通的政府，结果蔡总统的声望跟前两任总统的施政呢，均略为失色。依据呢，我们整个趋势的资料显示，陈水扁以及马英九在上任百日的时候，满意度分别是6.4%以及4.7%，各比蔡总统高出22及5个百分点。新政府上任呢，在劳资的争议上面，50%的民众是不满意蔡政府处理华航罢工、台铁驾驶员酝酿休假、推动一例一休立法以及专案补助国道收费员的争议案件，认为满意的只有在3.3%。两岸政策的不明，新政府提不出新的主张，两岸关系呢也处于已读不回的尴尬状态。蔡政府却又主张维持现状，不敢正面回答到底实质的内容是什么，让人质疑，难道新政府的两岸关系根本就是新瓶装旧酒？两岸政策的不明也引发了民众诸多负面的评价，有4.6%的民众是不满意的，只有3.4%是满意的。面对两岸关系的倒退，雪上加霜的是，新政府面对两岸的关系呢，这样的僵局竟然企图以推动新南向政策来作为解药。如果要进行对等的对话与互动，台湾需具备的政治筹码，蔡政府有在准备吗？执政是检验政党的开始，也是实现竞选政见的第一里路。犹记得蔡总统在新政府就职强调的四个字，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孔委员文吉。主席，行政院的院长林院长，还有各部会首长，啊，我们各位委员大家早安。今天是立法院开会的会期的第一天哈。那昨天刚好是有观光业者啊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来抗议。这个我们观光的产业协会啊，这个他们的抗议的诉求啊，这个人民的怒吼呢，我希望蔡英文政府啊能够有心哈听进去哈。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观光是受到什么影响？观光就是受到我们政治的影响哈。这个昨天的诉求是要生存啊，要有工作，要能温饱，当然这个是站在我们观光业的诉求。但是各位格言都应该很清楚，两岸的观光之所以衰败，到目前陆客来台啊不到50%啊，到现在你到日月潭、到阿里山、苏花公路都看不到大陆观光客的游览车啊。本溪去过日月潭那个阿婆茶叶蛋，一天可以卖到20000颗的，现在啊连3000颗都不到。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这个观光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就是出在520蔡英文总统就职那一天没有明确的承认92共识嘛。所以我说观光的成败是在于政治的考量。所以我希望要解决台湾的观光问题，应该是要请蔡英文总统要好好的检讨他的大陆政策，要明确的承认92共识啊，因为92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那第二点呢，辽宁团26人火烧车事件，让我们那个大陆的观光客啊都可以说是这个台湾为一个畏途啊。我要跟各位报告哈，台湾现在是旅游业世界公认最危险的国家，大陆观光客视为畏途的，它的危险程度呢
像北韩一样，啊，北韩一样。所以除了我们希望大陆观光客进来，我们台湾的观光旅游品质安全也要做好。那我不晓得现在辽宁的旅游团后续的事故赔偿问题现在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让台湾成为是一个安全旅游的国家，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要让外界认为我们台湾是像北韩一样最危险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根本之计啊，要振兴啊这个两岸的观光才是一个振兴经济的基础。那现在蔡这个林权院长，你应该赶快陆委会跟国台办要怎么样开始恢复这个热线呢？对不对？海基会跟海协会要怎么样恢复？这个是你的责任呢、啊。谢谢孔委员，下一位请王委员惠美。大家早，那我们新政府的两岸政策让中国策略性紧缩来台的观光人数，相关产业哀鸿遍野。尽管政府推动观光转型，但仍无力解决观光产业所面临的利己困境和百万人民家计的问题。昨天呢，旅馆、民宿、旅行业跟游览车导游等等相关的产业呢团体组成的自救会，那举行了百万观光产业的自救大游行，走上凯道来呐喊，要温饱，要工作，要生存。陆客来台观光占我们台湾观光人数是40%以上，以去年台湾观光人数突破1000万来看，陆客大概就有400多万人。那现在陆客呢急剧的萎缩，7月19号陆客团火烧车重大意外，更让陆客来台意愿下降，对台湾观光产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冲击。政府虽然端出优惠贷款300亿元进行纾困，但那也只是应急，根本无法来解决问题。因此业者也高喊，他们需要的是客源，不是钱，纾困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一个困境。那政府要进行观光转型，台湾走向精致的旅游，来提升台湾观光品质，扩展多元化的外国观光客。不过呢，陆客每年创造台湾观光产值有200亿元以上，想要在短期内透过呢转型弥补陆客紧缩而减少的产值，几乎是不可能的。行政院预估年底陆客可能会减少65万人，那观光局预估陆客来台呢，观光外汇收入会较去年大减350亿。本席认为，这样两个数据恐怕过于乐观。1月16号大选结果出来，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总统当选，对两岸政策早有想法，但是新政府显然未对两岸政策影响评估和提出因应的指导。我们不仅忧心陆客萎缩冲击观光产业，更担心大陆从今年起停止企业团来台采购，也担心未来大陆会减少台湾农产品的一个进口。若真如此，恐怕影响的不只是观光业了。本席认为，挽救观光或避免未来产业农业的冲击，稳定是先决的条件。有稳定的客源，稳定的市场，才有拓展的一个空间。新政府不能鸵鸟心态，凡事以新南向作为解决的一个借口，掩饰两岸关系带来的冲突。本席呼吁政府要正视两岸的关系，提出整体的方案，解决新政府的政策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借由两岸关系的舒缓，才能够解决业界才能够帮助业界呢度过现在的眼前的一个难关，和稳定产业的一个市场，让业者有良好的体质和充裕的时间进行结构性的产业转型，而不是都只是在喊口号而已。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德福。苏院长，还有与会的各位同仁，各行政团队，我想520以后这个蔡政府整个施政可以说每况愈下。那我想民调一直往下滑，不是没有原因哦。那因为整个他的政策，可以说政策方向荒腔走板哦。那这个就是鼓励大家上街头，有草就有糖果吃，鼓励大家上街头，有草就有糖果吃。你像华航的空服员，
包括地勤员，包括高速公路所有收费员，收费员我想他们过去已经领过七个月的资遣费，那这一次交通部包括劳动部还要各花2亿，一共政府又花4亿，这是人民的血汗钱啊，这是于法无据啊，但是我们所看到我们的蔡政府啊，可以说想尽各种办法，就是你只要有草我就给你糖果，包括昨天这些观光产业他们为什么要上街头，其实你300亿的纾困对他们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啊！今天他要的是我如何在未来能够继续有观光客进来，继续有陆客进来，让他们能够维生维持啊！他要的不是纾困啊，但是政府所做的这些方向可以说是荒腔走板哦。那包括你看，司法院政务院长提了名以后，又把他这个又更换哦。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蔡政府要走南向政策，其实我们都知道对岸是很大的经济体，这个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希望跟对岸有一个好的互动，能够做一些经济上的往来，做一些生意，但是我们就是蔡政府的方向就是我走南向，我就是这个一直过去啊，我们都知道他一直把我们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认为我们是亲中卖台，那实际上我们是为全民啊。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你看包括周休二例哦，现在执政党要推一例一休，包括太平岛的主权的问题，包括熊山雾社，包括交通部在连续假期的时候这些这个原来的这个夜间不收费变成夜间收费，缓来覆去等等，真的是荒腔走板。其实人民要的是怎么让经济好起来，让生活好过一些哦，经济提升，两岸和平。我想身为政治人物，每一个人都要很亲民清廉，我想这个整个国家才会进步发展哦。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吴委员致阳。主席、林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为了要落实劳工权益的完整保障，本席在上个会期一开始就提出了周休二例的修法，希望透过每周完整的两个例假日呢，让国人工时过长的问题能够解决，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来协助台湾的观光休闲运动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让国人充分的运用2天休假的时光来从事其他休闲活动，与家人团聚，来实现自我。那在这个会期呢，一样在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也会再提出2项劳动基准法的修法的修正，请各位同仁来指正。首先，我认为应该要增加劳工的特休假的天数。最近我们执政当局想要砍这个劳工的7天国定假，我觉得这个7天国定假它是有它历史的背景，不应该轻易的把它删减。那要处理这个问题呢，我提出了一个修法，就是透过特休假天数的增加来还给这个劳工原定的这7天国定例假。这个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它这样逐步的跟我们公务员的休假的这个天数达到一致第二个它其实也跟日本韩国的做法一样，日本韩国在劳工年资还没有很够的时候，一开始他就给比较多的休假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劳工不像公务员，他的雇主没有办法像公务员这样那么稳定，所以他长期都是在处于年资比较少的时候，所以必须在一开始给他比较高的休假天数我想这个也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达成全国的
放假法制化，大家标准一致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啊。另外的一个修法就是针对如果有违反劳基法有关工时工资的这个企业，我提出了一个修法，我们裁罚的标准是要以这个事业单位它的违法行为到底造成多少劳工的权益受影响，照这个人次来基数作为基数来作为裁罚的标准，这样子就不会有大企业缴缴罚款他就不害怕你如果他影响的是1000个人，这可能是很严重的一个违反劳基法的一个作为，会有很严重的结果所以我在这边具体的建议的3支箭就是周休二例的第一支，第二支就是特休假加7天，这第二支，第三支就是企业违法以影响的人次为处罚的基准。以上请大家参考。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立场。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早，丢脸真的丢到国际去，移工的悲情何时了？近日来，台中市爆发雇主性侵我们的印尼看护工，那被害女子用手机录起来，然后传给友人求救。那我觉得说被印尼的媒体引用刊登，引发了印尼的百姓的愤怒，可以说是丢脸丢到国外去，重伤我国的形象。新住民以外籍移工来到台湾，是台湾社会以东协的最直接、最亲密的人员交流。移工的母国密切的注意移工在台湾的生活适应，所有的一切。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呢，国际媒体非常的关注，那所有的媒体都很关注这个议题上。那我们也看到新政府先然要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涵盖18个国家，然后在明年也编列了42亿的预算，但比不过一次的伤害台湾的形象，这样子的重伤。那立禅担任立法委员以来，收到很多的移工的陈情，深感到移工的人权需要社会大众更关怀。我身为新住民，受到台湾这块土地的栽培，可能站在立法院的殿堂上为人民发声，可是呢，有很多新住民跟移工是在暗夜里面哭泣害怕。我希望政府一定要善待移工，要挂在心上。那在这边，劳动部一定要注意听，善待移工就是拉近台湾与东协国家关系最好的方式。移工来到台湾顺利工作，对这块土地的人事物是友善的，未来也是我们台湾的国外的尖兵、外交尖兵。可是我们在台，他们在台湾受到的是所谓的不平等的对待的时候，未来回去的时候对台湾的评价也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在日前立禅在劳动部也提出外籍移工的休闲娱乐政策，没想到劳动部是严厉的否决，觉得不必要了哈。那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应该的，显然新政府对于善待移工的课堂上是不合格的，完全不及格，本席严重的谴责。那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民间团体自发性的投入移工辅导，举办了休闲娱乐，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化的学习啦哈。显然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很吃力很辛苦，可是民间都愿意去做了，为什么劳动部的政策到现在完全跟不上民间的脚步？好，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郑委员添财。苏院长，
我们林前院长及各部会首长，我们本院各位同仁，今天在国事论坛特别要跟林前院长说明，撤告原住民被告比撤告太阳花更具法理。在6月21号的时候，施政质询，本席特别跟林前院长说明，在林院长刚上任的第一天就撤告了太阳花的一个占理行政院的一个案件，我们原住民族非常的羡慕，因为原住民族因为自己的文化，持有自制猎枪，猎捕野生动物，采集森林产物，使用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但是都被起诉，被判刑，所以原住民族很愤怒。我们都知道，原住民族基本法在1994年就已经公布施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特别规定，原住民族可以采取野生植物，可以猎捕野生动物，原住民族有土地的权利，自然资源的权利，这是国家所承认的，是原住民族基本法所规定的。因此照这样的一个规定应该要修法，但是经过了11年国家没有修法，这是国家违法，这是国家怠惰，所以原住民族应该更应该这些被告更应该要撤告。但是经过了3个多月，虽然林前院长在6月21号特别指示要由政务委员来协调，但是都没有协调，都没有处理。蔡总统在8月1号的时候向原住民族道歉，当时也表示原住民族因为传统习俗基于非交易的需求狩猎野生动物而遭受起诉以判刑的案例，我们来研议解决的方案，这是蔡总统说的。但是经过了1个多月也都没有处理，本席再次的要求林前院长赶快指示政务委员，赶快指示相关的部会所长，尽速的协调，尽速的撤告原住民族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这些被告，赶快撤告，谢谢大家。谢谢郑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争位。院长好，林院长好，还有所有的各部会的首长以及我们所有立院的同仁们，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大家好。新政府的团队选前的口号以及选前的支票，还有选后的执政，就像现在的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尤其在9月3号这个军公教劳的大游行，9月12号我们的旅游业者的大游行，就像乌云密布，我们的月亮，我们的新政府又躲在乌云的后面完全不表达。在这里本席要对花东铁路实名制秒杀、东部交通乘客何时解，想想这个主题可能太文言文了，讲一下我们花东人的痛。花东人要回家竟然是这么的难吗？交通问题一直是以花东两县非常非常大的痛，花东两县的乡亲要回家返乡竟然是一个奢侈的愿望，而且是奢侈品。所以在这里请我们的政府正视花莲的交通，在实名制的推动10分钟以内秒杀，再一再显示花莲的铁路是没有办法承载花东人要回家的满足他的欲望。所以在这里强调苏花改善道路一定要赶快继续来动工。我们知道第一期
从我们马政府一直推动到现在汉本段停工，到底汉本段哪时候再恢复动工，请新政府清楚表达。另外对于第二期的部分，是不是赶快来加紧来评估来核定，让苏花改全线的公路能够完工，能够让它畅行无阻，一条回安全回家的路，才有办法真真确确照顾到花东乡亲。在这里还有花莲的出路，台八线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台八线遇雨则瘫，这一次下了大雨以后，又有一对夫妻在台八线上丧生，所以请政府重视花东乡亲的交通。在这里我们要说啊，小英小英，我们叫得很轻，可是您真的有听到花东人的声音吗？您的优先建设，花东的建设到底优先在哪里呢？是把花东我们汉本段优先的拿走了吗？优先的停工了吗？是把我们智慧科技图书馆也拿走了吗？这是优先的建设吗？这可能谢谢徐委员，谢谢您啊。下一位请陈委员依民。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就在六年前的7月11日，当时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曾经到苗栗县大埔向抗议政府粗暴征收的农民致意。蔡英文说，开进农田伤害农地和农作物的推土机，推掉农民的心血，推掉农民的人权，同时也推掉社会弱势者应受到照顾的心情。同时蔡英文也向大埔的居民承诺，会与民间团体共同提出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如今蔡总统已经上台，承诺兑现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但是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程序在哪里？并未启动。不仅如此，就在本月初，我们高雄市石泉路的果菜市场遭到了陈局政府的强迫的拆迁，不仅违反程序正义，同时就连现场执行的状况也并未依法执行。而此案也成为520蔡总统上任以来第一个强制拆迁的案子。还有坐落在我们旗山的大沟顶太平商场已经成立了，作乱战的地方超过一甲子61年。而旗山的太平商场不仅建物具有文化保存的价值，同时居住在内的还有很多的工艺的传统工艺的匠师。但是高雄市文化局他们在5月18号在接受旗山的太平商场申请文化列册的时候，他们找了5个审查委员去，但是整个过程没有透明公开，甚至有些审查委员的背景是音乐的背景、贝壳考古的背景，这些人来审查一个文化资产保护的一个太平商场，实在是非常的奇怪。而当地人有没有被通知？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知道说，文化资产保护法在7月27号
已经由蔡总统三读通过也公告，所以文化部文资局在9月6号正式要求高雄市文化局应该依据新通过的文资法第19条，应该要重新的来审查，直接打脸高雄市文化局蛮横的作为。而且根据文资法第15条的规定，满50年的建物，所有或管理的机关应该要在处分。好，谢谢我们陈委员。报告院会，现在已至10点，我们继续开会，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院会，出席委员86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一会期第21次。会议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请宣读。立法院第9届第一会期第21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7月15日上午9时至9时37分，11时24分至12时5分，下午20时31分至12时。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廖委员、国栋等112人，请假委员李彦秀委员。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20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52案、第55案至104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53案、第54案均决定同意撤回。其他事项：一、建议南海仲裁案延。